在社交场合里，大使的宴会远近闻名，因为主人向来以高尚品味的甜品来招待贵宾。哦 ，Ferrero Rocher， 好吃极了。非常好。您用 Rocher 招待客人，真把我们宠坏了。Ferrero Rocher， 高尚品味。